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，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备受关注。然而，许多人对华为 5G 技术的真实含义并不了解，认为它只是一种更快的移动网络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揭秘华为 5G 技术的真实含义。首先，华为 5G 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更快的移动网络，它涵盖了更广泛的应用场景，包括无人驾驶、智慧城市、智能家居等。华为 5G 技术提供的低延迟和高带宽，为这些应用场景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设施。其次，华为 5G 技术的核心在于其高度智能化的网络架构。华为 5G 技术采用了全新的网络架构，包括分布式云核心、软件定义网络和网络切片等，使得网络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。这种智能化的网络架构不仅为各种应用场景提供了更好的支持，也为网络运营商提供了更高效的网络管理和维护手段。此外，华为 5G 技术还具备更高的安全性能。在 5G 时代，网络安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。华为 5G 技术采用了多层次的安全策略，包括物理层加密、端到端安全和网络切片隔离等，为用户提供了更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。综上所述，华为 5G 技术的真实含义远不止于一种更快的移动网络，它是一种高度智能化、适应性强、安全可靠的新一代通信技术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华为 5G 技术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变革和创新。